来，各位看到益智实业课本益智实业，我们开始了哈。来，那这个益智实业部分是户籍登记的种类，这是很入门、很入门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好，我们户籍登记种类有主登记跟从登记，所以我们讲户籍登记通常是讲到主登记部分。好，那主登记呢，各位都知道有身份登记。所以各位，哪些是身份登记？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身份登记。好，哪些是什么是出社户籍登记？什么是迁徙登记？什么是分合户登记？什么是出生地登记？好，还有什么叫其他法律所为之登记？这是我们户籍法的主登记事项，是指这些叫做主登记事项。好，那各位身份登记部分呢？各位各位都没有问题，所以你像一路念下来说，哎，老师，我这一段是熟悉的，就没有问题了哈。好，从登记的话就变成四个了，好，变更、更正、撤销、废止，那一共分成四种，叫从登记事项。这个最基础的益智十页、益智十一页。好，我们接下来谈到益智十二页。好，那这边户籍登记的这一个单位啦，户籍户的区分分哪几种？好，户内的排序，好，户内的排序，好，各位有看到户内排序这些相关的规定。好，最后15页的地方，15页来，什么叫做户籍资料？什么叫现户户籍资料？好，什么叫除户的户籍资料？这些选择题，各位基本的观念呢，都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地方的各位发现哦，好，这是户籍法的一些入门的基本的问题。所以户籍法入门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就在这里了。好，所以户籍登记的是指哪些？好，户籍登记的事项，户籍登记种类到底是哪些？户籍登记的，那么好，它的基本的户籍登记的单位当然是以户为基本户籍的，登记的单位。好啊，户有几种户呢？好，最基本的概念。啊，这边呢，各位它选择题是多的，各位听得懂？一至十页到一至十五页，这边选择题是多的。可是我老师，那这个不是申论会考吗？对，但是现在申论大概不会考你这么简单的，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变成是选择题一个基本的，好，入门的一些基本规定哦。好，那16页以下呢，我们就谈到主登记的事项，所以我们接着来谈到整个全部的主登记。好，那主登记呢？接下来各位看到有身份登记、出社户籍登记、迁徙登记，分合户登记、出生地登记，还有其他法律所为之登记。OK 的，好，所以各位你注意到呢，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好，选择题当然是大宗了。好，选择题是大宗。好，那考的时候呢，各位来，那么我们先注意到第一个。主登记的这个重头戏，这当然是所谓的身份登记。好，各位，这里身份登记的定义、身份登记的种类，这选择申论都是会考的。什么叫身份登记？身份登记的种类是有哪些？好，但是我们注意我们先来说清楚哦。好，一至十六页。那是不是刚刚讲到身份登记有出生登记、认领登记、收养登记、结婚离婚登记、监护登记、辅助登记，好，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好，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登记，好，死亡宣告、原住民族及以及民族别登记，这些全部都是身份登记。好，各位身份登记里面最会出题的是哪一个？所以各位还记得吧？所以身份登记呢，它容易出题的，刚刚讲到的，监护登记，刚刚讲到的辅助登记，各选申论题小心哦，所以你在准备这一边身份登记的时候，好，所以身份登记的重要考点就在监护登记跟辅助登记，这边是重要的，OK 吧？好，所以你在准备这的时候，优先去准备监护登记跟辅助登记，好。第二个呢，好，你才会轮到这个出生登记，出生，OK 吧？好，你才会轮到这一个后面的原住民身份及民族别登记。
所以你就把它发这个变成第二个顺位。所以在准备有关好身份登记的时候，身份登记的好地定义啦、种类，好，那个别身份登记的个别的考点，个别考点最容易考的，你发现从好历年来抓容易申论最容易出答案就监护登记跟辅助登记。好，那我们个别来看哦，好，17页的出生登记，那是出生登记的部分呢，好，各位你先翻到来，好，出生登记考点在哪里？出生登记考点当然在20页的申请人，20页的最下面那个出生登记的申请人。好，这边选择题它是重要的齁，所以但申论要不要记当然要了齁，所以有关出生登记的申请人这边是有一个考点在这里的。好，我们这样就没有问题齁。好，那么接下来呢，各位看到来那么22页，好，22页这边是认领登记，所以认领登记的定义，好，各位啊齁，认领登记好一样。认领登记呢，它最重要的考点呢是，好，各位翻到24页，有跟认领登记的申请人，他认领登记的申请人一样是，好，各位是要看到的。好，25页哈，来，有收养登记，终止收养登记，收养登记，好，这里终止收养登记，我觉得这些呢，好，各位看到我们以前哦上课画过的重点就可以了，把我们之前上课画过的重点哦，把它复习做过了就可以。好，各位 OK 了哈，我们看到了这一个32页，所以32页来，那么有个收养登记的申请人，收养登记的申请人在32，好。终止收养登记申请人是在33页，终止收养登记。好，这些各位齁，选择题呢各位还是要看一下齁。来，我们看到了34页身份登记有结婚离婚登记。好，结婚离婚齁一样咯齁，各位看到了结婚离婚登记的要件。结婚齁，结婚登记的要件。好，各位看到38页来，有没有有关结婚登记的申请人，结婚登记的申请人，可以看到齁，有关结婚登记的申请人。好，在38页，一至38页这边的重点，好，一样哦，各位好，把它注意到下，把它注意下来。好，一至41页，一至41页，好，我们这个上次这以前我们上课齁有谈过齁，来，结婚当事人如果有好重病住院医疗的，在家疗养的，那么好，或者在矫正机关收容特殊情形的，无法亲自到户政事务所，那么办理结婚登记，好，找到吧齁。那这个部分呢，各位齁把重点再看一次哦。好，这个是我们想到结婚登记齁它例外齁，他不需要由当事人来亲自申请的情形。好，啊，但是要经过户政事务所的主任的核准。可以齁，哦，他这个申请人的相关的规定 ,38 页齁，哦，一至 38, 一至 41, 好，这位选择申论都是考各位齁，哦。好，那齁，哦，我们到这个地方咯齁，哦。好，接下来呢各位看到一至42页。好，一至42页，大法官748号，大法官748，这上课好，我们讲好同性婚姻，好，同性婚姻的登记的这一个好结婚登记的问题，好，同性婚姻 OK 吧齁。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啰嗦了齁，但是各位看到一至45页哦，一样齁，是法院大法官748好，大法官4至748的施行法。其实同性婚姻的结婚，它的要件、它的登记，其实都是跟好同那个好异性结婚是一样的。所以男女结婚，或者说女女结婚、男男结婚呢，其实它的登记的这些相关的构成要件呢，啊，那么好，它实质要件呢，它程序要件其实都是相同的啦，啊，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哈，因为最近有一个5亿高中生，不是有一个5亿的高中生的那个
安健毛齁，所以他们两个是那个同性婚姻去登记结婚的，齁，所以那是齁，各位这个社会新闻大家有看到同性婚姻的登记结婚那个问题。好，这个不啰嗦齁，一样跟前面的结婚登记那些要件是一样的齁。好，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呢齁说明一下就可以了齁，按你做一下复习动作。我们看到了离婚登记一至48页的离婚登记的部分。好，一样齁，好，我们把这个呢齁上课看到的重点呢把它那么做复习动作。好，那这个申请人的部分呢，好，是这里齁，你翻到齁，各位来那么好 ,52 页好 ,52 页。好，所以这个52页的部分呢，好，这一边是有好反黑的动作，好，反黑的这好重点。但是各位齁，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主要记得是在51页哦。所以1至51页有关离婚登记的申请人，重点是在这一边，可以记得吧齁。好，所以这边齁一大说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有没有，好，这些认领这些收养。好，各位只要做复习动作就可以了齁。好，那这边呢最容易出的当然就在1至52页的监护登记。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这边齁，它最会考的考点就是在监护登记跟辅助登记这边。所以好，它申论题齁，它多的这一个题目呢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好，所以1至52页齁，各位在复习的时候优先这边做好准备动作。所以1至52页的有关监护登记的定义。好，1至53页哦，好，有关监护登记的一些原因。所以把监护登记原因有就分成未成年人的监护登记跟成年人监护登好成年人的监护。好，那这个监护的种类像指定监护、法定监护，好 ,54 页那么好，选定监护、委托监护。那这些还对，那当然多了一个叫议定监护这个部分。好，在55页的最下面，监护登记的申请人，好，看到齁，他特别重要齁，他不得有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他不能有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所以这上课我们上课齁都把这些相关重点都提醒过，但是这边没有新的释字，也没有新的那么好规定。所以各位呢齁，你有关身份登记呢，当然身份登记的齁最重要的考点那么当然就回到监护登记这边。好，各位我们看到56页的辅助登记。好，所以他如果考监护，他可能连带就考到好这一个辅助登记。那所以辅助登记的相关定义，好，辅助登记的一些要件，好，辅助登记的申请人在58页 ,1 至58页。好，这是辅助登记的申请人。好了，好，这相关的考点就在这里咯。可以齁，好，所以我讲说第一顺位就是好，我们三个一下题目都没有变齁，所以他一定首当其冲重点是监护登记跟辅助登记。好，各位看到58页的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负担登记。好，这边 OK 齁，好，相关考点各位再做复习动作。好，59页下半段死亡宣告登记，死亡跟死亡宣告的登记，可以齁，好，一样齁。好，61页有关死亡登记的申请人，好，死亡登记的申请人，好，看到齁，这户籍法的36条的配偶，他的亲属、户长、同居人，好，经理殓葬之人，好，还有房屋，有没有？好的，房屋所死亡时房屋的或者土地管理人为申请人，啊，矫正机关的那个部分，啊，灾难死亡那个部分，好，各位选择申论都是会出题的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各位哈，你做一下复习的动作。好，我们看到哈，好，再翻到第63页。下半段了，好，那63页的原住民，好，原住民身份以及民族别的登记。所以啊，我们之前有发过那个
哦、宪法法庭的第111年的第17号判决，各位还记得吧、哦、所以来、哦、还记得我是有带的啦、哦、好，那所以各位看到、哦、来这个宪法法庭的第17号111年第17号判决这个部分，各位好、哦，因为有这个判决、哦、所以一至63页下面有关民原住民族好、哦、以及原住民的身份及民族别登记这个部分，各位要去注意一下哦。好、哦，那这个判决书的这一个意旨，各位好、哦，我怕他会考到这个判决书的意旨，所以各位特别再去复习这一个好、哦、宪法法庭的第17号判决。OK 哈、哦，所以上课我们有把这一个第17号判决内容呢，有没有有做？它的内容的分析跟说明，所以第17号判决各位在复习的时候不能丢掉 哦。好，这是有关原住民的部分。